大家好，今天我跟我老公还有我女儿去北京了，然后我也给我妈买的那个火车票，我们在北京汇合。接下来就是更新我们六天五夜的北京之游，一会儿去飞机场啦，拜拜。我女儿在喝奶，哎呦呦，快，哎，好好喝。好，我们现在正在办理托运，然后到机场的标配就是牛肉面。我们这个飞机晚点了，要下午一点多才飞，现在先吃个午饭。哎，现在就是我跟我老公单独带孩子的旅行，超级极限挑战。爸爸开始喂饭了，来，快吃啊，来呀，嘟嘟啊。哎，吃饭了！哎，吃饭喽！好的。我们从家自己带的这个小碗，太搞太寒酸了，有点。起飞喽！起飞了！哎呦，这个好厉害啊！好厉害！啊，不怕。什么都不怕。嗯。哎呦，这都是爷爷教的。好了，我们到北京了，现在先出站，然后去我们的酒店，一会儿去北京南站去接我妈。那个，你刚才说去的什么站？三元桥地铁站。哎呦天，你在学北京话吗？在学。我们现在到酒店了，我老公在办入住。我们的房间到了，这个是一个亲子房。哎，嗨，嗨，嘟嘟，招招手。哎，嘟嘟，嘟嘟，啊，很好玩啊，是不是啊？啊。口罩摘了，嘟嘟谁来了？快过来！快过来！看看姥姥是不是姥姥啊？长得好，看看是不是姥姥？哎呀，来快起来，看姥姥呢？没洗手啊？那洗个手再抱。洗个手再抱。哎呀，那是姥姥。我震惊了，看我妈带的啥玩意儿。带这么老多咸鸡蛋、咸鸭蛋，带这么多麻花、黄瓜蛋、黄瓜，哦，这是啥玩意儿啊？这是我老公买的水果，这些还行。带这么多咸鸭蛋，我震惊了。你上北京来就怎么这？我怎么女儿不能带你吃饭呢？你这天天吃咸鸭蛋呢？你带这老多，吓死个人！快赶紧走吃饭去。这个不用带了啊，这个我带回上海啊，你不用吃了。那是放在哪能行？咸鸭蛋，咸鸭蛋，你咸的就越咸越咸。走，吃饭去。哎，你说上北京旅游还自带干粮，这什么年代的事儿了？这都是20年，这不只是20年前，都50年前。哎呦天哪！也难怪我妈20年没来北京了吧？这20年还是20年前的思维。哎呀，宝宝，哎呀，好，哎呀，跟姥姥握手啊！今晚跟姥姥，还要再握，哎呀，宝宝嘟嘟好，跟姥姥睡啊！宝宝嘟嘟好。我们点的这是啥玩意？这是他送的，这个叫什么咸菜来着？鱼根头啊，对，鱼根头，哎，哎呦呦呦，然后这个是拌干豆腐丝，这个是拌黄瓜，我们还点了炸酱面，好吃不？妈，好吃凉菜，好吃凉菜，我妈最爱吃凉菜。啊哈，嘟嘟你也馋了，你还不能吃哎？这个是面，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加卤。来看一下加什么乳，这是鸡蛋木耳，这个加
啊，它这个是，所以它要面就是你自己浇面。嗯。哎呦。哎。这个给你妈。嗯。妈，你吃吧，这四种卤四个口味你享用。这个是秘制羊肉汤，面是不是好筋的？嗯。哎，他怎么搞？自己家也煮不出来这种。我家的面粉不一样。太好吃了啊！这北方的这个量真的是大哦，还有一个拳头，这么一大碗面。这是十几块钱吗？这个面？好像是。哎我天，在上海吃惯了这么精致的菜，一回来，一回北方那边有点量太大了，我有点吃不完。我吃到三分之一我就已经饱了。我们吃完饭了，那个这酒店里有一个这个黄包车，挺好玩。哎呀，行，挺好。拍个照片，哎呀，这女婿拉着老丈母娘，哎呀，这上海女婿拉着东北老丈母娘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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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幸福了，看见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走喽。好嘞，走喽！怎么样？